二号，来，咱看看啊，二号女嘉宾的照片，这个安装照啊，啊，纯纯的呀，哟，这个很漂亮哈，很富贵。我就是可每一个年龄段这个风韵不一样啊，对，但是你会发现每一个年代所表达出来这种美都符合当下的这种时尚和潮流哈，那会最流行的样子啊，哎，对对对，有请女嘉宾登场。大家好，我来自沈阳，我叫李凤玲。这身材，这大个儿，关键是腿长。啊、来，对我腿长，认识认识。挺长。腿，人看光看腿，握握手，认识一下，急死我了。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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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他俩吧，从个头上、岁数、个头、年龄上应该差不多，年龄应该挺好，挺搭配的。他不也爱好跳舞吗？那女的，对，这个岁数还我觉得挺可以。他这女的七十多了，七十三，那男的不七十六吗？对他俩挺好，他俩应该挺搭配。祝福他俩，两个人都穿红色衣服来的，就是红的不一样，这个是红的比较深沉，这个红的比较张扬，全是热情。这个平常生活当中也是这性格吗？我基本性格那开了，开朗，特别开了，就反指男子大丈夫那样啊，对，哎，对呀，老认为自己了不得，那不行。我每天都在跳舞，我每天是跳舞非常有时间，早上9点跳，跳到11点，哎，这运动量。哎，必须3个小时。哪个场地跳？今夜舞厅跳舞。舞厅啊，今夜为啥不在外边跳？为啥？我从来不在外边跳舞。第一呢，你一个人，你在家里头没有什么事情做，孩子都出去了，没有，你就是自个儿，主要就是说的，哎，去锻炼身体，把自个儿的腿。直接吃，哎，就吃，把腿直了，压直了，特别直，直不直？直压直了，特别直哈，特别直。我身材腰，身材腰条，哎，这块儿，但是哎，咱是自己跳还是有伴儿？我的伴儿多，因为我有也有固定的伴儿，很少，固定伴儿少，他经常不来。但是好多人都找我跳，因为我跳的好。来，我们看看生活当中我们女嘉宾是哪样的。18018，李女士，沈阳人，丧偶，儿子独立，退休有住房。年龄得小10岁，74了，腿长正适合跳舞。我在三亚，儿子买个房子啊。我在三亚，你就今年没去，年年去。我在三亚呢，组织个模特队。哟啊，我那个昨天晚上还给我来电话了呢。厉害，你怎么接个没来呢？今年我说今年我不去了，因为我庆幸去了，我就不去了。嗯，所以他们都很想我，我在那块儿待的特别好。哎呀，这是我朋友也多。我们阿姨都展示了这么多了，是不是？给咱打个分。98。98分，女嘉宾给男嘉宾打个分。90分。90，这个分可不高啊，为啥呀？我心里明白。心里明白还不想说。说。那这样啊，最终到选择环节的时候，可以告诉我们，揭晓一下答案，好吗？